你们家这个大猫有点骗人了啊，我们俩都说好了的，对，结果他刚才默默无闻的就跟总队长跑了。我也没明白，我还打电话，我还说呢，我说你们上来，我一接电话，哟，在车上呢。周友良走就走吧，因为要不然周友良要不走啊，咱还干不了。咱这东北帮还成不了。啊，东北帮，对，咱们现在东北帮，一车东北人，五个东北人。真是，咱这团综让东北人给炸了。东北团综，团综就在东北人在德云啊，那就是东北一家人吧，东北一家人呢。朋友们，把这座往咱这边靠。对，离得近。哥，我觉得放台上两个更万人 ，VIP 中 P， 行吗？哥，好。你都搁台上，一会儿饼哥来了全给搬走了。哥，我有一提议，咱就说台上必须得有十个，然后如果饼哥他们来搬，就说给他们扣分。你感觉你能骗得了你饼哥吗？我觉得我骗不了。怎么着吧，哥，您快点主持一下会议吧。各位，现在咱有一个事儿，咱那舞台呢跟之前的舞台发现了吧，没有之前的华丽，少了那古力多两边那个那位置那俩，之前演出都有那个，咱把这搬过去。哦，好的，得嘞。哎呦，好嘞。Hello， 小谷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恳求，一会儿的观众比赛的时候呢，你给他们发咱们的古力多，好不好？发完之后呢，你就让他们多多的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哎，哟，周九良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呢？哎。你们没有上我们这边来了哈？没有，我们五个团就都是绿的了。不是，现在人数还可以倒，没关系啊，来就欢迎，不来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名额，都行，无所谓。我们选择了这个台了。哦，你们选这边了？这个台，这观众离着舞台近。哦，那这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凳子放这儿呢？是不是？可以这样是吧？咱那也得有点观众啊，咱给他们留几个。对对对，起夜要搞好，天天要洗澡，搓澡很快乐，不用搓泥宝。搓泥宝，行，搓泥宝就是好。可以了，很高兴来到这个二人转大赛的现场啊。嗯。